这班文风厂房医疗大军听无推案，犹原无死心。台湾人上爱排队，喏，排美食，抢新公开 iPhone， 感觉已经无稀奇，抢厝则是新鲜的活动。长伫台北买厝的群组内底，最近一张接待中心头前，我们要排队的医疗人龙，入面时间是15号暗时啊，地点是亚林建设，伫台北总部，因拢是为着亚林建设明仔要推出的新案，人数差不多200-300个坐伫医疗顶馆，我们要排队，恭喜医疗大军一点仔都未超过。这一家建设公司是竹北市的知名的排队建商，它并不是只有这一次才是这样，它十几年来被投资客还有消费者抢购的建商漏夜排队这种很夸张的事情是最近去年跟今年这样传出来的。没错，在这讲幺零机构用了好。受过个比工地单、工顶这个建案，搁较加一成左右。即几冬来，每一家伫台北推案，我嘛是一点命都未完。所以有一个足神的风号，台北新秀级的建商，到底是有偌神？伊则是伫走访亚林台北的总部，想袂到下晡两点外，搁有人伫排队，含狗拢出动。当初怎么知道这个讯息？网络上传的，自助。我弟弟他要买房啊。你说弟弟说，到底是什么超级的触体，让大家在采购呢？商品阁有什么特殊的所在？听说你们这边有推新案？对，还没有公开耶。我们只有请他们留资料，我们请他们离开，可是这几位不愿意离开。什么？都还没公开就手到安尼？亚林今年有伫台北华兴中卫区推出的新案，基地差不多477.8平，地上15站，地下2站，规划61号，招收到3房的路线，推测单价在30万。专家表示，亚林这个新案21号是关系好卖影卖，现场刚有放出40号，啊排队超过100组，安尼改当照牌登记。听他们讲是说怕买不到，为什么会买不到？知道的是说有中介介入，里面可能不知道有没有掺杂这些，我就不是很清楚。附近上班的魏先生表示，一大早就有50-60个人排到因公司门口口，伊认为投资客开钱请医疗大军，卡职位的几率较悬。听说是说1800啦，买了之后可以翻到2000出头，你想说年轻人怎么嘿嘿口袋嘿嘿？